臧希伯见关羽。隐公五年，五年春，公将如堂关羽者，臧希伯见曰：凡物不足以讲大事，其才不足以被器用，则君不举焉。君将纳民于鬼物者也，故讲事以夺鬼量，谓之鬼；取财以张物采，谓之物；不鬼不物，谓之乱政。乱政气行，所以败也。故春搜夏苗，秋显冬瘦，皆于农戏以讲事也。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，归而引志，以属军时。昭文章，明贵贱，变等列，顺少长，习威仪也。鸟兽之肉不登于足，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，则弓不射，古之至也。若夫山林川泽之时，器用之资，造吏之事，官司之手，非君所及也。公曰：吾将略地焉。遂往，沉鱼而观之。希伯称疾不从。书曰：公使鱼于堂，非礼也，且言远地也。